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观自在菩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。所以我想修行最主要，各位一定要相信，相信佛所讲的，众生都有缘，在百千万劫万劫里面，现在这七八个人跟你最有缘，那你要对他修忍辱，修慈悲，你千万不要故意跟他对立吵架，那是不需要的啊！而且对方很烦，你刚好可以修忍辱，你可以不断的修忍辱。就像我每次过关，或是昨天去问，我就一直念阿弥陀佛，没有这个人一定我欠他很多，他这样把我拷问了那么久，啊，有一点他高高在上，我们好像去求他了，你不要把我斩头啊，这样，我不过请一个快速通关而已，啊，但是你就是他为什么要对你这样？一定你过去对他这样嘛，
所以一直跟他抱歉，一直跟他抱歉，一直心里一直给他念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这样，所有功德嗡啊哄，反正就一直回向给他啊。所以，因为他问我很多很多问题，你没有钱，你有薪水吗？没有，那、啊、你没钱你怎么环游世界？还问我那么多？因为他说看我护照，哇，你看什么国家去？你钱哪里来的？对不对？我说这个是道场。护持当然我要解释一下啊，那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出家人还真难解释呢。他还问我说：“我是吃素，可不可以吃蛋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不行啊，还考试啊。”所以当然，我认为他跟你聊天，他就是了解你，了解你，相信你，他才会给你盖章。但是我最近也想说。哇，这个跟我有缘啊！以后我讲话要对人客气一点啊，啊，不然你总会碰到的。所以每次我要过任何一关，加拿大更严哦，加拿大啊，所以我觉得欧盟那边能念到最好，刚好那个是对我最好的。因为我没有坏心，但是我一定有结过恶缘。结果恶缘，那你就没办法，因为过去世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胎，一定有善缘跟恶缘在。所以各位，你这一次会在美国住这么久，是因为过去世你做过美国人。所以这一次我来，就有那个打坐法师，师父，你做过印第安人，有一点像，我喜欢做烟供。所以这一次我去亚利桑那山上，我说哦，原来这是印第安人的地方，哦，原来叫我在那边天天做吧，啊，所以后来我又做过本地的美国人，我说这个有关系，这个我相信，啊，不然不会如此。但是这边有结了一些善缘，结了一些恶缘，所以我必须来。我想各位，我们坐在这边，虽然我们外表是华人，我们过去都是做过印第安人，做过美国人的。只是现在换一个身份这样而已。那你要开始去想，如果说这个不认识人，你知道他过去是你的恩人，你一定会对他很好的。因为你身上肾坏掉了，他终于找到一个捐肾的人，你会抱着他哭的。你想，因为了解所以慈悲，记住这句话，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戒律啊。像我的太太，我太太对我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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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她是我女儿啊，所以她认识我都叫我爸爸这样而已。对，我丈母娘是我妈妈，我的妈妈是我女儿，你看就换来换去。所以我对我妈妈很疼，就是很不舍她，一点点痛苦我一点都不行，因为那个是不是光对母亲，而是种对女儿的执着啊。所以那我们的世界就在那边一直在这几个这边轮来轮去轮不完，除非你能够证入空性。那最快证入空性的方法就是永恒的慈悲，你要强迫对方对对方慈悲。你如果用慈悲，就超越过去的轮回的这些业力，妈妈儿子女儿仇人这样。所以这就是佛教的方法。所以因为了解所以慈悲，不管对方对你怎么样，你还是对他慈悲，那就对了，你还是一直慈悲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，师父，我家都是白蚁怎么办？对他慈悲啊，给他吃啊，看他喜欢哪一种木头买来啊，然后一直给他念佛啊，大悲咒啊，最后呢他会不见的，你相信我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个居士提供我一个地方，在台湾屏东很热的地方，他光把地板弄好，叫我弄一个小书局，我就是免费给人家结缘。就我第一天进去，整间都是蚂蚁，结果我不敢跟那个主人讲，主人一定会把它杀掉。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哎，我来。结果我就开始买饼干啊，一直喂啊，天天在里面为他们办法会，三天以后没半只。这对我也是很大的奇迹，哎呀，不可思议！你对他好啊，所以各位你不要排斥他。家里有老鼠，家里有什么，你就对他好。还有人问说，那个狼怎么？对他好就好了，想办法他要吃什么。所以这一次我住到山上去，第二天就听到小狼在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我们四五个都跑出去找不到他，怎么会哭呢？
我以为是狗在叫，他说不是狗，野狼啊在叫。我说叫那个声音很可怜哎。结果隔天上午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，师父，大陆的某一个狐那个卖狐狸的有1400多只要被杀掉，要不要救啊？我说那当然要救啊，跟他谈谈价钱。就那个人也不错，剩下一半的钱，他说他不想养了，他也知道错，就一半的钱就卖给我们。结果我们就发动，不到3天就1400只通通救到了。结果我们要离开山上了，前一天跑了很多狐狸，一直叫，绕着我们这房子跑，绕着房子在跑。后来我就问里面的喇嘛，我们有狐狸，我们都没看到这边有狐狸，就你们来就看到了，而且我问打坐的法师，他说他来跟我们谢谢的，而且因为我们在做烟供，很多鬼来，他帮我们赶鬼。我说不用赶了啦，我们就是要让他来大吃大喝一顿啊。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感应。那为了仁波切，我跟仁波切祝你身体健康，我替你放50只牦牛，结果讲错了，500只。我讲完以后，他们师父500只呢，多少钱？我不是讲50只，你讲500只。我操！他们还翻译了啊，500只，啊500只。结果完了，我们这几天刚好放完500只了，我就发动，开始救。结果他们加拿大、美国很多地方听说牦牛，因为他们在青海放牦牛，各位要参加可以哦，因为感谢仁波切后来听说，他说他也要发动，就在他们噶尔斯旁边啊，那些牧民啊，他们也愿意。今天谈好了，一只才1500块人民币。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因为他们藏人是啊，你这只牦牛他放了，他们喇嘛就负责去做一个记号，给他挂一个长寿旗，这一只牦牛就自由，没有人会杀他，他们就养他，帮他产牛奶啊，这样。所以就不会杀了，所以变成1500，不然的话一只大的要6000-7000块，10000块都有。这是个很好的方法，结果一发动，现在超过500只。我跟仁波切说，仁波切厉害啊，因为你看多放500只啊，而且牦牛很快乐。所以各位如果你要参加，跟他们报名1500，现在开始要杀，因为他们这个月杀完以后就不杀了。所以现在，但是那些牧民很可怜，是他们要求的，知道我在别的释放，他说请你们也放，我们就算你们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过冬嘛，这一家只要至少放2头，他们就可以过冬天。他们也不想杀，也不想杀。再讲一个奇迹，是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女居士做梦还打电话说，师父，我昨天梦到牦牛来讨救啊，而且牦牛还跟我说他的主人很可怜啊，因为牦牛看到他主人要杀他，牦牛有痛苦，而且牦牛也知道养牧民很穷，如果我们能够救他，可以帮牧民又可以救牦牛。所以他托梦给他，我说不可思议。结果在故事还没讲完，结果那一天我们离开，跑了很多只野牛来，在亚利桑那，我还问那边的啊，牛跑上来，我说牛来感恩的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对牛好，你对西藏的牛好，美国牛也知道；你对大陆东北的狐狸好，美国的狐狸也知道，这是真相。所以生命都是互通的。所以了解这一点啊，各位你就开始列一下来，用心修行，你的心可以改变一切的。再听我讲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老和尚到山下办事情。他老和尚很穷的，他什么都没有的。结果等他上山的时候，诶，上面怎么亮亮？有小偷。那老和尚想，那小偷可怜了，我里面都没有东西啊。啊，结果他到门口的时候，老和尚就故意啊，把衣服脱下来，放在门口，等他接近的时候，他一接近的时候，小偷就跑掉了。那小偷没东西，看到那件衣服至少拿走了，啊，那老和尚啊，那时候看到月亮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希望那个小偷啊也看到月亮啊，因为老和尚想要用这个方法，希望小偷也找到他自己的自信。”结果隔两。